你比如说，呃，现在教育孩子，大家也都不太知道怎么教育了。对，我发现就基本上两种父母，我都听过哈、啊。哎，我也觉得都有各自的见识。比如说有的人说，对孩子就是爱呀、啊，对吧？就像你像咱们那个生物学博士，<对>就是说，嗯、你知道啊，这个这个什么多少个精子多少个卵子，他他这个多偶然的一个生命啊，他只要这个身体健全、健康、快乐，你对他还要求什么呀？对孩子就是爱，什么要求都不要有。 是吧？你这这是一种说，呃，但是还有一种就是有点像这个邓亚萍。你觉得易君他是不是有点虎妈那份儿？就是说不，就你要强悍。就是说现在这孩子太娇滴滴了，就得强悍，能能能摔能打能扛能造啊！嗯、爱是无条件，但怎么去爱是有方法的。嗯、我觉得你你光爱他，然后他。 经历人生各种挫折，你也不能真正帮到他，对对他无法领受你的爱。实际上，<错>然后我自己有有一个体会，就是说，你给孩子一鼓励，很多人会说，哎呀，这个是不是会让他们膨胀了，就看不清就是自己了？其实要给鼓励，但是你可以加一句说，哎，你这做特别好，你是怎么做到的呀？就你可以加一句这个，你问他你怎么做到的？然后他会自己去想，我这个过程当中，其实我做了什么是对的，就一定一定他会有方法。